还好啦，因为就是还是会回来几天，然后再出去。那他生日快到了，所以我有答应他，我要带他出去玩一下。有啊有啊，但不能跟你说，现在跟你说了还没有到他生日啊。对啊，所以他生日4月6号，所以我会带他出去玩一下，应该对啊。现在还不能透露了，透露了他就不会觉得是个 surprise 了。We'll be right back.